大家好，欢迎来到球迷月刊，我是 Roy， 以下几则香港足球资讯。香港足总在10月11日的时间宣布香港队的主教练加利韦特是辞职的。他是2018年的9月上任，有些球迷就说这个叫白日为新的。他其中的功绩有什么呢？就是成功出线了2019年的东亚杯决赛周的。之后将会加盟日月的球队东京绿茵的。有很多球迷都有不同的意見的，有人說他騎牛找馬，也有人說可能因為香港的足球環境令他萌生去意。我們也可以看看球圈人士的不同反應。東方龍獅的執行總監梁守志說，加利韋特是改善了球員的心態和調教是有一定作用的，他有他自己的自由，沒有理由有一支好的地區球隊不教而教地區的代表隊，始終是兩回事。的而且確大家都是有自由的，因為他們和足總簽的合約是有3个月的試用期的，試用期未過他已經走了，即是說雙方都是有選擇的權利。若然加利韋特成績不是那麼好的話，香港足總一樣可以叫他走的。足總的副主席貝君奇就表示，加利韋特可能會覺得有少少對於香港足球的狀況發展感到有少少的不滿，未達到他本身想像的要求的，咁亦都發生了一些事情啦，就令到他啊同董事局的成員有些爭拗嘅，諸如此類可能影響到他自己的想法噶。嗱，咁我哋睇翻啦，佢的而且確咧帶領咗幾場波就已經不錯的成績嘅咯，可以出線到呢個東亞杯嘅決賽周。咁去到咁好的時間啊，點解佢亦都會走呢？佢堂堂一個國家隊的主帥啊！他亦都會派人講嘅啫。如果你騎牛揾馬嘅話，係咪真係咁容易因為一份好嘅合約而要走呢？大家可以諗下嘅噃。咁另外咧，梁子珊咧喺個 Facebook 度咧亦都出咗呢一個 post 㗎。咁我成個讀俾大家聽啊。嗱，呢一個咧就係點解我堅持咧要按照程序，唔可以俾一個職員咧隻手遮天。輪選小組同董事會的責任咧係監察的，成班人坐喺度開會不是做緊監察，淨係舉手通過，結果咧咪咁咯。嗱，擺個咁重要的職位咧，為他人鋪呢個踏腳石啊！一個機構啊，如果係咁嘅管理同行政嘅話咧，係唔會揾到好嘅合作，亦都唔會有好嘅可以長期合作噶。嗱，我咧覺得佢講得啱嘅，程序咧的而且確係重要嘅。咁但係啊，如果跟足程序嘅話，係咪你100% 肯定嗰個教練係會完成呢一份合約咧？定係啊喺程序之下選出嚟嘅人，可能如果或者係你比較熟嘅人，佢哋可能會聽你講或者聽你嘅提議，唔會作出呢啲咁嘅決定咧？咁但係睇翻啦，之前咧飛馬揾個奇雲邦特咧呢一個英國教練嚟到啦，佢可以喺季尾嘅時間咧突然之間翻鄉下幾日嘅喎。嗱，呢個私人機構啊，你都管制唔到佢啦。咁去到呢啲國家隊代表隊嘅層面，你係咪可以控制到教練唔會有其他嘅問題咧？加利韋特上任之後咧，我哋香港嘅前鋒陳少琪咧都不斷咧喺 Facebook 出唔同嘅 post 係講呢位教練嘅咯。嗱，佢最新呢個 post 就係話咧，哇嚟啊嚟，哇走啊走，又話 die for Hong Kong， 騎牛揾馬最叻係你。嗱，咁呢個 post 非常之受歡迎嘅，總共咧係有117个留言嘅，有幾個留言咧就係講到咧，其實陳少琪咧騎牛揾馬咧都非常之叻嘅喎。以前打傑志嘅時間咧講過一世都唔會加盟南華嘅，嗱結果最尾係點咧？亦都有人話其實 die for Hong Kong 咧係韋特咧同啲球員講，叫啲球員做就唔係佢本人嘅，而講 die for Hong Kong 嗰個咧就係金盤棍喎，哇你嚟話走就走，又係金半坤喎。咁其實你係咪話緊佢咧？嗱，另外一單咧離開球圈嘅消息咧，就係飛馬球員廖培峰咧喺12月8日啦，佢宣布咧佢將會咧加盟呢個紀律部隊㗎，掛靴咁講㗎。嗱咁啊，我覺得咧加盟紀律部隊咧，其實呢個非常之好嘅，因為政府工咧人工高，出糧準，又包冇散班㗎。咁咧啲球員咧去到27、28歲嘅時間咧，可能要組織家庭啊，或者未來經濟支柱咧，咁樣樣咧都係無可厚非㗎。咁但係咧，我亦都感受喺呢件事，覺得咧香港足球咧係非常之可悲嘅，因為咧去到呢一個時間啦，季中嘅時間啦。
咁啊，利物浦今季咧都入咗三球，都表現唔差嘅喎。咁飛馬亦都可以叫做一支有份爭標嘅球隊啦。咁點解去到呢一個時間都會無啦啦離隊咧？係咪真係足球員嗰個吸引力係冇咁強咧？去打政府工會好啲咧？即係唔係我冇批評任何球員做一個決定係唔好嘅，只不過我見到呢個現象嘅時間，我就發覺其實我哋香港足球真係要加倍努力嗱。咁咧其實有好多嘅球員咧都係會離開球圈咧就去加盟呢個紀律部隊嘅，例如有宇銘啦，係嘛，有阿白雲澤啦、姚學文啊，再之前啲嘅啦，楊希智啊、余浩邦等等嘅。咁放棄足球咧都係一件幾難嘅事嚟嘅。不過咁啊，因為香港嘅球員，雖然啲人成日都話體力唔好，但係咧佢比我哋普通人嘅體力都算好嘅，所以如果肯讀下書嘅話咧，加盟紀律部隊咧亦都係幾有適合嘅。講咗兩單離開嘅消息咧，另一單咧回來嘅消息喎，講緊呢個球員咧就係劉崇偉喎，佢咧喺呢一個 IG 上面發文啦，咁佢就話到咧佢翻咗嚟㗎，咁因為咧佢係剪咗香港身份證啊，所以咧我會用國語嚟講佢呢一段嘢㗎。香港花路是共进的，谢谢 ICAC 玩我清白，这段时间辛苦了，以后香港足球的连接就交给你们了，请继续加油。咁咧，佢呢一張相咧就喺 ICAC 門口有一張自拍嘅打卡咁樣嘅。咁咧球迷有啲問題嘅嚇，咁就話咧：咦，點解你自己啲身份證都翻到嚟香港咧？咁佢本身作為一個內地居民咧，咁嚟香港咧應該冇問題嘅。咁另外就話咧，其實你去 ICAC 咧係咪就係打卡嘅咧？咁的而且確係佢公布呢個消息嘅啫，我係從來都冇喺其他地方咧係得到呢個消息，係話還佢清白嘅噃。嗱，咁啊呢一單假波案嚟講咧，喺阿李威廉嘅證供上邊咧係有提到咧劉崇偉嘅名嘅喎，即係例如話咧，佢提供一個內藏20,000蚊嘅黑色膠袋俾一個球員，再轉俾李威廉啦。咁亦都因為咧製造咧賽果失敗㗎，阿劉崇偉咧就同阿李威廉啦，同埋一眾人講咧，你哋要負責翻俾翻錢10,000蚊咁計嘅噃。咁咧亦都話王威作工亦都見到佢咧喺呢一個流浪對住飛馬預備咗賽事咧，見到佢啊劉崇偉同埋阿威廉咧就係咬耳仔咁樣樣嘅喎。咁啊，其實即係有曬證供，點解都可以還咗個清白咧？而家冇人知嘅。嗱，呢單我咧亦都好似不了了之咁樣嘅。咁比較奇怪嘅就係俾錢嘅冇，叫人打假波嘅有，落場打假波嘅冇。咁究竟呢一單假波案係點樣樣嘅咧？呢啲係咪就係叫做法律咧？正等於有啲國家嗰個人冇做嘅，你又話佢藏毒，咁呢啲係咩國家咧？好。多謝各位，呢一 part 係咁多，再見。球迷月刊每期封面專題，每月為大家全力放送，為你深入探討球迷關注嘅題目，報導球圈實況，搜羅同埋發掘更多本地足球資訊。中意本地足球嘅你，記住要準時捧場啊！在上一集我哋封面专辑《港队主帅风云录》播出之后咧，香港队教练加尼维特正式向足总请辞啊！无论将来咧点都好啦，未来港队教练一职咧好大机会仍然系外籍人士担任嘅，而拣选球员方面无可避免，暂时仍然要依赖入籍兵。当香港代表队喺兵帅方面咧仍然依赖外籍人士之下，一班本土球员同埋教练又何去何从呢？但其實在近五年來，香港球壇逐漸出現一批外流球員和教練。首先我們看看數據，自重光之後，香港一共有31名球員外流，而早在60年代香港首次出現外流球員，他們分別就是香港足球名宿張氏兄弟、張子代和張子維。首先講下哥哥張子代，他在1960年加盟當時英格蘭甲組球隊黑池，由於當時並未成立超級聯賽，所以當年的英格蘭甲組足球聯賽已經是英格蘭最頂級的聯賽來的。期間曾經射破當年英格蘭國家隊門將朗史賓格十字關，而這個入球成為首位能夠在歐洲頂級聯賽取得入球的華人球員，而這個紀錄足足保持了40年之後才被當時效力曼城的中國球員孫繼海所打破。而張子代亦都是上個世紀至今效力最高水平聯賽的香港球員。
繼而香港足球發展到90年代，李健和曾經在球季休暑期間效力新加坡球會亞龍聯日，而另外一位港隊前鋒和兩屆聯賽神射手巴貝利，亦在91至93年的三個球季分別效力澳洲球會悉尼奧林匹克和馬來西亞著名球會雪蘭俄和沙巴，他亦都是90年代外流時間最長的香港球員。直到千禧年後，吳偉超隻身前往國內試腳，最終能夠爭取到國內球會聘用，展開他漫長的國內足球生涯，時間足足14年，他成為外流時間最長的香港球員。他曾經數度出任球隊的隊長，尤其在上海球隊擔任隊長的時候，以南方球員擔任北方球隊的隊長，在國內都是屈指可數的，更何況他是以香港球員的身份擔任隊長，更加難能可貴。而他亦都是香港外流時間最長的球員，亦是目前最成功的一位。做初流回去內地的時候先參加中甲，我很記得連他們玩馬騮都不會去帶我玩的，因為我覺得一個香港球員跟他們比會有可能高低啦。咁到後來在廣州立足島啦，再去南京啊，再去新化，再去六城，後來天津咁，其實去每個地方都是很困難的，因為你要人哋去信服你啊，有咁嘅能力，你才可以在那裡先企得穩先。我不可以講話表現好啊，淨係講立足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去每個地方都是一個很艱難的時候。在南方的球員在廣東啦，可以出隊離開廣東之外的球隊效力，基本上都不會超過10個球員，咁你可以可想而知嗰個難度會有幾大啦。咁更加唔好話我作為一個香港球員啦。但我覺得我自己可能一出身中意足球到掛靴之後，回顧嗰個中間嗰段時間，我覺得呢樣係我可能比較好嘅優點啦。因為會去每個地方，個個都話你冇可能會做到嘅，但係我覺得就係要話俾人知道我可以嘅。咁我覺得呢個係最大的動力咯。在紀錄中30多名香港外流球員裏面，大部分球員都集中在2010年之後外流的，期間一共有26名球員，當中大多數都是效力國內球會。連同退役球員，香港一共有22名球員曾經效力國內球隊。忽然間出現這個情況，主要是因為中國足協近年修例開放華裔歸化球員的準則，修例令香港球員並不列入外援範疇，繼而令更多本地球員受惠。可惜由於中國足協政策朝令夕改，引致到部分香港球員無所適從，尤其是一些香港歸化球員。而目前效力 RF 富力球員白鶴就曾經是當中的受害者。由於近年中國足協對歸化球員改變開放政策，希望能夠藉此吸納其他有潛質的非國內年輕球員，以縮短培訓年期，務求在短期內加強各梯隊的實力。但這個政策亦都引起一些爭議，而香港出世的戴偉俊就成為當中的新聞人物。可惜在20多名香港外流國內球員裏面，當中有13位球員效力短暫就回流香港聯賽，能夠仍然留在國內聯賽的目前只剩下5位。雖然在近5年之間有20多名球員是效力國內聯賽，但是大多數都是昙花一現，究竟當中是什麼原因呢？我看了很多可能最近十幾年外流球員當中，我覺得最重要是你要具備什麼能力，不是說只是去到那裡你就說成功了。因為你看回最近十幾年，就算土生土長的球員，之前好像志豪李志豪歐陽耀宗，他們去到中超的球隊了，但是零出場的。我覺得這件事是第一，你沒有機會出場的話，可能能力肯定是 最基本的。第二，我覺得你對自己的定位準不準確，這是很重要的。就像我剛剛回到上面那樣，你都未有具備的能力，就算你去到那個層次的聯賽，你都在那裡坐，那會很浪費你的時間，和你的進步空間不會很高。外流我是支持的，所有球員都支持的，但是你一定對自己的能力定位要很正確，知道自己是去到哪一個位置。如果不是的話，就有少少好似好浪費時間，因為始終球員的足球生涯很短暫。作為球員黃金時期，能力和經驗都是應該有的，可惜大部分在國內聯賽只是屬於過客。反而年輕的徐宏傑有不錯的成績，究竟越年輕的球員外闖是否越早會適應呢？
而年輕嘅一輩佢哋當時嘅心態係點呢？細個都已經體驗到人哋哇，原來外國一個真係專業職業嘅球會係有咁樣嘅設施啊，個訓練模式係咁樣咯，係。咁大陸球員踢波好多，即係好多競爭，香港相比下之少咗好多。即係可能你大陸你錯失咗個機會，就可能要等幾年。所以他們很緊張的機會，所以心態就比香港強。因為很小的時候覺得參加香港隊 U16、U17 的時候，每次出去外面比賽，因為對手不同，在香港可能我們已經是全香港最好了，但每次出去參加比賽的時候，你會覺得哇，原來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但每次去比完賽輸完之後，我覺得我自己和很多香港球員不同的東西，可能他們踢一場球輸了覺得技不如人就咁過咗去啦，但我每次踢完之後，我覺得除咗技不完之後，我希望通過自己加倍嘅努力啊，可以去接近佢哋，甚至以後有機會超過佢哋。我覺得可能係呢個係我同好多香港嘅球員嘅分別啦。啊，咁嗰時我去沈陽啦，咁其實咁沈陽隔離香港都好遠啦，咁差唔多都要成四五個鐘頭飛機。咁喺中國嘅好北方面啦，咁首先空氣啊。嗰啲氣候同香港好唔同啦，咁嗰邊比較乾燥啊，平時吸氣都可能有啲困難。咁其實我覺得外流去唔同嘅地方咧，就可以睇到一啲唔同嘅足球嘅水平啊，睇到嘅嘢會更加廣闊啦。其實係一個好嘅機會。咁其實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嘅，真係可以去試一下咯，唔一定要淨係留喺香港嘅。咁睇多啲嘢，因為呢個世界好大，咁你學到嘅嘢可能。你今天用不到，但可能將來你會用到的，所以其實我覺得外流其實是一個比較好的東西，我會覺得值得大家去嘗試。除了球員之外，亦都有香港的教練近年是外流的，亦都取得不錯的評價。首先講下我們前香港隊教練郭家明先，他除了是國際足協和亞洲足協顧問之外，亦都是中國足協的技術顧問。另外，前港隊隊長梁瑞榮和前港隊教練陳曉明曾經分別出任過澳門足球代表隊總教練一職，而梁瑞榮是擔任年期最長的香港外流教練，足足是六年咁耐嘅。繼後接棒的陳曉明在在任期間亦都提升了澳門代表隊的戰鬥水平和成績。而近呢幾個球季，香港教練楊正光和潘文俊在國內球會受到不俗的評價，他哋兩個至今咧亦都能夠持續發展嘅。我哋香港人嚟講咧，就較少去到外地，即係或者內地去工作，球員啊，講緊或者係足球事業。咁但係你必須克服呢樣嘢先咯，克服嗰個心理上嘅嘢，因為以往嘅經驗，之前喺梅州又好，係嘛？今次喺廣州會好少少啦，以往喺梅州嘅時間會比較。感覺到是要是面對呢樣嘢困難嘅，所以每次練習是我最開心的時間。反而練習後啊，工作以外的事，其實你會覺得是很難，或者是比較困難去適應嘅。咁所以有很多時候都很掛住屋企啦，啊，亦都好掛住香港啦。咁所以作為如果你有咁嘅打算去外流去工作嘅話，所以你必须要去面对这件事先。在刚刚结束的东亚杯外围赛里面，香港教练潘文迪更加被中华台北足协邀请出任代表队的助手一职。其实台湾对我来讲，我自己都觉得是一个好的经历。之前去台湾踢很多球，是吧？但是今次去到做教练，跟球员相处，原来我可以再深入一点了解到他们。咁佢足球文化上有啲習慣係點樣啊？同啲教練傾偈，同啲球員傾偈，咁我又可以多識多啲，學多啲。咁其實對我嚟講非常之好。你始終個生活習慣上咧，亦都有好大嘅轉變，唔同以前喂柴娃娃成班球員一齊，好多嘢都好簡單成。咁但係而家變咗叫自己一個去唔同地方做嘢，你都要適應翻當地嘅一啲唔同嘅地方。可能廣東省都會好啲，但係當有人去到比較北方便少少嗰啲，咁可能喺嗰邊嚟講，譬如飲食習慣啊，或者佢哋個即係好簡單講食飯時間，你都已經好大唔同。咁所以溝通上又係咁樣。例如譬如而家我哋可能香港習慣咗話一點鐘食飯，晏晝夜晚可能八點大概啦 ，OK。咁但係可能喺國內嚟講，可能十一點半、十二點就係午餐嚟㗎啦。
可能五點半六點就係晚飯嚟，咁變相你又要有啲咁嘅適應期咯。咁即係舉其中一個例子咯。咁再加上就係、是有陣時喺嗰、那個同啲人相處啊，或者各方面都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感受，或者都要一啲叫學習咯。從以上數據反映，香港教練水平漸漸咧就係受到其他國家同埋地區嘅肯定。個市場唔同咯，咁香港嘅市場梗係冇，例如啊，都係會國內嗰啲人揾嘅啫，佢哋又符合佢咧，或者有個 A license 啊之類啲咁嘅嘢，係啦。我覺得一樣嘢就係你好專心去工作，係好。不要說很怕蝕底，你什麼都可以不要緊， 我可以去做的，這件事沒問題的。其實你和你的待人接物和平時你的行為你的態度，其實人家可以觀察到你是個什麼人嘛。所以當慢慢慢慢人家會是觀察到你的工作能力、工作你的態度，其實相對之下人家都很認可你的工作能力。作為香港教練，其實跟球員一樣，如果這一路都是香港聯賽發展，其實不是不好的，但你可能只是在這個圈裡面你會看，即只看到這件事，但你可能出去其他地方去看，有時可能未必比香港水準高或者低的，但你會在不同的角度的東西你會學習到不同的東西，而且你的思維會不同。因為為什麼呢？你出到外面，第一你不會覺得自己是比人家好的嘛， 你肯定抱著一個比較謙虛的態度，你會不斷去學習，不斷去學習，不斷看，去吸收很多的東西。所以我覺得作為香港球員又好，教練又好，有機會都是多些出去外面看一下咯。因為我覺得每個地方都會有自己可以吸收到的東西咯，特別可能無論球員又好，教練又好，所以我覺得希望多些香港球員，多些教練可以出去其他地方去學習咯。除了教練之外，其實之前有啲香港嘅球員咧，佢哋都好努力啦，做得好好啦，去到外國揾食啦。咁無論去邊度都好，等翻嚟其實對個足球生涯嚟講，我覺得喺香港繼續踢波或者繼續教波都其實一定有一定嘅幫助，因為我多咗係本身喺香港冇嘅一啲經驗，或者冇即接受過、感受過、得到過嘅嘢，但我翻嚟我帶翻啲新嘅元素、好嘅嘢翻嚟，其實我覺得對香港嘅叫足球的圈裏面，其實是都幾大幫助，有幫助的，有幫助，絕對有。由於港隊教練一職近年來都是由外籍人士擔任的，而目前港超聯球隊只有10隊，會不會反映到出外的機會是比本土聯賽多呢？其實香港我估計 我覺得不是一定要請外籍教練的，不過他可能附帶你又要青訓啊，又要咩經驗啊？咩經驗？其實我覺得香港都有咁嘅教練啦，即係話咁多年啦，佢又有青訓啊，又有甲組啊，又成啊，又對呢個人和方面啊，或者係熟悉啊香港嘅情況，咁啊可能仲好過外國教練都未定嘅。我諗都有咁嘅人選嘅。對於有決心外闖嘅球員同教練，有啲咩寄語呢？我覺得去到任何球隊，教練睇第一樣嘢，肯定係態度。佔好大嘅比例啦，所以我覺得香港無論球員又好，教練又好，出到外面最緊要第一樣嘢係個態度咯。能力都好緊要，但係態度就你米路嗰時講一句，態度決定一切。所以我都好同意係呢一句。咁作為我自己嚟講，從一個香港球員19歲上去到結束個足球生涯啦，我覺得完全冇錯，就態度呢兩個字就決定咗你之後嘅路啊。首先要克服到這件事，你是離鄉別井，你可能比較較少見你的朋友，較少見你的家人，你要心理上你一定要有準備先，所以若果有些朋友或者是有些球員甚至乎教練想出外找，鼓勵的，我絕對鼓勵，因為一個好的學習機會亦都可以幫到我們香港足球發展，因為你去到不同的地方吸收不同文化，亦都可以帶到俾其他地方聽，原來香港嘅球員或者香港嘅教練係有咁嘅能力嘅喎。咁其實即係香港嘅足球先有發展可以。其實我之前都俾過幾個意見俾嘅球員嘅，好似李毅海啊咁樣。其實因為我喺飛馬前同佢一齊啦，因為佢嗰時成日都同我講超過我想出去出面踢啊咁樣。其實我對而家香港，其實我都好關注香港本土嗰啲青年球員嘅，因為我就算我翻嚟咁，好似喺南華咁啊。
喺飛馬學嚟東方咁啊，其實我都好中意同啲香港青年球員交談，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土生土長香港青年球員，我希望可以有更多香港青年球員，因為足球係佢哋嘅理想同埋夢想啊嘛。咁我覺得希望多啲可以出去出邊有機會立足啦，去闖啦，因為可以，因為呢個係始終係一個夢想啊嘛。即係雖然喺香港唔係話唔好，但係可能俾佢哋望嘅嘢唔係特別多啊。可能佢覺得踢到香港最好的球員，他已經可能到了一個頂峰了，他沒得再去望了，所以我覺得希望多些年輕球員有機會可以出來外面抱著一個謙虛的狀態去多些學習，自然以後就會有機會一步一步可能會更去到更加高水準的聯賽了。我覺得最重要是初頭的一步很重要，你抱著什麼態度。大家如果年輕球員，我自己個人認為，即是我自己覺得，我希望你哋每一個都有機會可以出到去出邊揾食啦，因為外邊嘅世界係好大嘅。咁但係首先我亦都唔係話教訓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盡力做好而家本身無論係訓練啊、比賽啊嗰個態度啊，你做好咗我相信終有一日咧會人欣賞你。咁你出到去外邊揾食嘅時候，可能你就要唔係始終你要去到外邊啦，變咗唔係所有人迎合你，而係你要去迎合。譬如球隊的踢法啦，生活的文化或者生活習慣啦，各方面你都要去迎合咯，咁你先會有一個機會成功嘅道路。平時睇開波嘅你會唔會有好多問題難於啟齒啊？以下落嚟小肥講超聯，睇下佢問嘅問題會唔會你想知嘅嘢？一、二、三。喂，小肥讀緊咩啊？喂，我讀緊球服球，夠唔夠十碼咯？誒，過嚟啊！我教你啦。咁成日話要離球十碼，咁又有消失的噴霧做界限，咁到底十碼距離幾遠先？其實我諗你其實見到咧，吹咗罰球之後咧，球證係咪會行嘅咧？其實大致上係一步一碼，球證會行十步，跟住就排個人牆咯。咁不過咧，我諗你留意到咧，其實以前未有消失的噴霧嗰時咧，啲球員咧等球證行完十碼之後咧，佢自自然然就行翻前噶。咁佢其實依啲咁偷，因為我諗就係話啲球員成日咁樣偷雞咧，咁而家就有個消失的噴霧啦。咁其實不過咧，我講嘢俾你聽就係咧，其實擺波射罰球嗰個咧都會好醒嘅。咁佢行翻前嘅話咧，佢擺翻個波後啲嘅。咁所以就話咧，你見到其實咧嗰時未有依個噴霧之前咧，其實大家都喺度出緊蠱惑。咁而家就難啲啦，咪畫曬啲記號喺度咧，佢哋應該唔會點樣偷到雞噶啦。喂，咁如果有咗消失的噴霧，做咩走盞位啊？即係我見過有啲人咧。撩起個噴霧，跟住掉喺側邊，跟住褪前個波可以。咁其實有咗噴霧之後咧，我諗難啲啦，因為其實你要成條界喺地下，咁球證除非你球證之後咧，即係擺完個人牆之後，個波嗰一點，即係佢冇睇翻嘅話，就有啲球員咧會偷雞擺後啲啦。咁擺後啲其實易射咗好多，咁而家就少啲啦，因為有咗個噴霧之後。陳 Sir， 成日咧有人話教練好嚴噶。咁咧，到底咧跟醫生喺跟醫生嗰陣咧，或者喺呢個比賽嗰陣咧，會唔會可以笑噶？其實比賽嗰邊就少啲嘅，其實練波我覺得如果真係笑咧都冇乜問題嘅。其實因為即係其實個氣氛比喺練波個氣氛咧，我覺得係好重要噶。咁所以其實咧，以前有啲教練其實係唔俾人笑或者唔俾啲球員係玩。其實我覺得睇翻咩情況咯。其實喺我嚟講咧，個練波嘅氣氛先帶動到個投入感噶嘛。咁所以其實咧，我俾佢哋其實間中可以輕鬆啊，即係有時真係講少啲。見而家其實咧，英超啲訓練唔知道你有冇睇啊？其實網上而家成日睇到啲英超啲訓練啊，曼城啊、皇馬，其實啲球員咧見到佢哋好似練得好開心，其實就係嗰個帶動個氣氛。有時教練都會一齊帶動埋玩啲遊戲啊。見而家譬如港隊，你有睇咪家哥啊嘛？阿 Gary Wright 咁啱練波喺度，你見啲球員張張影住都係笑緊嘅。咁如果真係喺翻以前嗰啲年代或者，或者已經被人話咗你唔認真嘅啦。咁你會唔會同佢哋癲埋一份噶？其實我可以嗱，有講個故事俾你聽啦。咁我第一日帶南華啦，即係啱啱金冠軍冇做之後咧，我就做南華一個代理教練啦。咁第一練波其實咧，我就希望球員就話喺一個輕鬆嘅環境，或者真係可以輕鬆啲去訓練一幅波啦。跟第二日咧，報紙一出嚟咧，成日倒大個標題寫咩？知唔知咧？記唔記得？飛碟訓練法其中一個啦，依個咁又咁，仲有一個大標題就話咧，話大家南華嘅訓練唔認真，金冠軍一無離職之後咧，就即刻散曬。咁其實咧，我都好奇怪，啲球員都奇怪，點解會話即刻散曬？點解會大家練波有啲笑聲，或者練波裏邊啊輕鬆咗，又覺得冇紀律咧？
咁其實你睇翻而家仲可，你而家睇翻其實英超所訓練嘅話咧，我諗啲報紙咁日日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英超啲報紙或英國報紙咧，全部都寫球隊係唔認真嘅啦。咁新 Sir， 你而家仲會用呢個飛碟訓練法去訓練球員啦？肥混咁啲咁嘅嘢，咁其實咧飛碟訓練法係咩嚟咧？其實我諗大家或者唔知咧，其實我成日就喺熱刺咧。即係同阿歐聰同阿 Edison 過熱刺啊嘛，咁有一日咧我練波咧就冇啲熱刺就嗰個休息，咁我同阿 Edison 兩個加操，咁我擺咗好多飛碟啦，即係嗰啲做啲協調啊或者做啲用波，跟住阿舒活走埋嚟話：，哇！呢個訓練幾好喎，唔錯喎，咁係咩訓練嚟？點解會咁問咧？其實知點解？因為熱刺嘅訓練咧，其實啲教練咧係唔擺飛碟嘅。因為見到點解會擺咁多嘢出嚟嘅個飛個訓練裏邊，咁佢覺得話咁幾好喎，做得唔錯，又依我都想參考嚟做。咁歐聰翻嚟同嗰啲報紙講就話一個飛碟訓練法，其實係咪？其實你咪以為係嗰啲沙灘玩嗰啲飛碟嚟㗎？唔係，咁都好啲。Hello， 大家好，我係咬花紅，好高興咧可以喺呢個球迷月刊裏邊咧同大家見面。咁咧我年幾之前咧就幸運地依家移居咗喺英國。咁所以咧，今次我哋嘅節目咧，就主要都係講英國嘅足球嘅。咁我依家身處嘅地方咧，就係曼徹斯特 Manchester 啦。嚟到曼徹斯特，咁都係咁以介紹下呢度嘅交通啦。曼徹斯特咧係冇地鐵嘅，咁呢度嘅公共交通工具咧，主要咧就係巴士啦，同埋呢個路面電車 tram 嘅。咁呢個路面電車咧。就好似香港嘅輕鐵咁樣差唔多啦，特別是係曼聯比賽嘅日子咧，奧脫福球場附近咧都好多封路嘅，咁多數嘅人咧都唔會揸車經過附近或者揸車去球場咁笨噶啦，咁多數嘅人咧都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就去到呢個 Exchange Quay 呢度落車，咁呢個站大概就由禮頓道行到去大球場咁上下啦，咁。呢個算是最近的車站嚟㗎啦。咁入到球場範圍任何一個地方咧，都要經過安檢嘅，所以大家咧就盡量唔好帶太多嘅物品，所有手提行李啊、背囊啊，全部都要檢查嘅。宏大嘅曼聯 Megastore 啦，有好多好多嘅球衣款式，大人細路俾大家揀嘅，有啲咧仲已經印埋字嘅添。哇！牛仔衫褲都有啦，練習嘅衫啦，各式各樣嘅頸巾啦、帽啦、鎖匙扣啦、紀念品啦。哇！嗱，呢件咧就係最新推出嘅曼聯特別版球衣，呢件咧就唔會比賽著嘅，聽講就係最近喺 PlayStation 裏邊出嘅呢件特別版豹紋球衣。有興趣嘅曼聯紅魔鬼迷，冇得走雞啦！馬達咧係咁多球員之中咧最 nice 最好人嘅，佢次次去球場比賽嘅時候落車都會走埋去球迷區同球迷簽名影相，真係有求必應噶，所以大家都好中意佢嘅。我哋請阿馬達出嚟咧。Happy New Year to all our Hong Kong fans. Shopping 完。就帶大家睇下球場附近嘅環境啦。呢度有好多經典嘅場面、畫面、球星。球場正面呢，大家就會見到佐治貝斯、丹尼斯羅、卜比查爾敦呢個三個銅像對正正門。咁我就當然帶大家入場感受下大賽嘅氣氛啦。好啦，讲咗咁耐咧，真系口水都干晒啦。如果喺英国要讲足球嘢咧，真系咧讲三日三夜都讲唔完啦。有咩意见都可以俾我哋嘅。希望下次见到大家啦。拜拜。大家好，我是袁浩俊，今年23岁，现在踢紧利民足球会，读紧香港教育大学 Year 3。
運動員一個特質就係、是、紀律性會好強，因為當你知道、如果你唔夠時間休息嘅話，咁你可能練波當日嘅狀態或者所練出嚟嘅質素會下降咗嘅，咁就會影響到你嚟緊比賽出場嘅機會咯。有犧牲係一定噶啦，不過睇下覺得值唔值咯。即係覺得其實呢啲犧牲有時會覺得值得嘅，反而會令到自己喺睇個足球方面或者喺學業上方面會有所成嘅話，咁我覺得呢樣嘢值得咯。點解叫肥丸啊？咁因為比同年嘅高嘅，不過又肥咯，胖虎咯。反而呢個名係變咗一個 signature， 一個代號咯。性格我覺得球場裏面同球場外面都有唔同嘅。咁球場裏面可能會比較多嘢講啊，同埋即係提場會比較密啲嘅一個球員咁樣啦。咁球場外面變咗好少講嘢嘅，因為即係唔知點解可能球場內講得多嘅話，都可以話窄嘅，因為始終都中意打機嘅。練完波又喺 group 度約，喂，今晚幾點打機啊？邊個得啊？邊個唔得啊？即係話啲人唔得，做咩唔得啊？冇出街食飯啦、啊。我都算係一個玩得嘅人，因為其實即係可能調翻轉角色嗰時俾人抽水嘅都 OK 嘅，即係都幾好玩。大家一班朋友呢個關係就係靠呢啲嘢去維繫住咯。咁啱球隊有個守門員呢個位置空缺咗，咁就教練又叫咗去試下。咁就開始咗我守門員呢個嘅生涯。當時可能有少少唔開心嘅，但係可能反而嗰時練習可能擋幾球波啊，令到對面個前鋒好不忿啊，嗰種感覺我反而中意咗。係啊，即係好似有時省港杯咧，見到佢哋盧林或者陳志超射幾都射唔入嗰種感覺咧，即係你會令到自己會好 hyper， 即係覺得自己好有成功感咯。覺得自己一個幸福同埋一個幸運嘅小朋友啦。其實屋企人非常之支持我做職業足球員嘅，因為一來我屋企人細個，即係我媽咪咧，特別係佢就已經細個成日嚟睇我練波啊，睇我比賽啊。以前細個啲嗰啲青年，即係新春杯，即係咁國際青年邀請賽啲，我媽咪都有嚟拍片啊、剪片啊嗰啲嘢。咁呢個成為一種回憶咯。即係而家我睇翻嘅話，我記得當我同我媽講話，陳曉明教練想叫我去佢球隊度做職業球員喎，跟住我同佢講嗰時，佢都好開心，即係好驚訝嘅，佢唔會擔心話可能揾唔到錢啊呢啲等等嘅負面嘅感覺，反而好正面，係好鼓勵我啊，好支持我繼續去做呢樣嘢，令到我去更加放心，更加去投入去做呢樣嘢咯。所以覺得我真係一個好幸福嘅小朋友，即係好多謝屋企人嘅支持，特別係媽咪同埋我哥。如果我唔係一個足球員，我而家應該是一個普通嘅大學生。我覺得機會都一直都有嘅，不過睇下你自己即係可唔可以把握到或者爭取到啦。首先出場嘅時候俾到安全感人哋，即係俾到安全感教練隊友。其實著香港隊的波衫，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可以話一種有歸屬感的感覺啦。曉明 Sir， 多謝你14、15歲俾咗機會我去提攜我做即係參加職業足球隊啦，先至會有今日的袁浩俊。大家好。我是赖文辉，香港足球小学会创会秘书，现任副会长。在今期开始会主持《球国风云录》这个环节，同大家回顾一下香港足球的历史。香港足球已有170多年历史，而在近代最出名就是香港队三大战役，而三大战役之中最为球迷熟悉就是519之役。讲到519，想同大家讲少少历史背景。香港队由郭家明担任教练之后，在82年重组，22年兴化，应付86年墨西哥世界杯外围赛。香港同中国、澳门、汶莱一齐编入4A 组。香港同中国分别主客场都赢晒澳门同汶莱，两队同样都是4-1。因为中国队在得失球占压倒性的优势，所以香港队519作客北京，
一定要打贏中國隊才有機會出線。在1939年的時候，我曾經訪問過當年領隊之一的余錦基，他跟我說賽前部署原本想著死守70分鐘，能夠保持不失球的話就換入技術型前鋒張家平和中國隊搏了有20分鐘，看看有沒有機會偷到雞爆冷贏搏。香港隊正選陣容是守門員陳雲岳、後衛張志德、梁瑞榮、賴羅球、余國森，中場陳法之、黃國安、顧錦輝、胡國雄，前鋒尹志強、劉榮業。意想不到的是上半場19分鐘劉榮業被朱波侵犯，離門25碼搏到個罰球，正當大家都以為胡國雄會直射，誰知他將個球撥後，張志德射出一個世界波，遠處上角入網，香港隊意外領先1-0。中國隊失球之後發動強攻，去到31分鐘楊朝輝推過賴羅球起腳，換張陳文岳接波甩手，被李輝補射入網，中國隊追成1-1平手。下半場開波忽然落大雨，令到兩隊都更加難發揮，戰況膠着到60分鐘，梁瑞榮在中場無厘頭離過遠射，誰知塌曬 Q， 不過就賽有挫折，那波落在劉維業腳下，雖然被兩名中國隊後衛夾擊之下波拍甩了，但又益曬旁邊空曬的顧錦輝衝前一推入網，香港隊再次領先。英國5分鐘補時之後，球證終於吹長雞完場，香港隊再下贏2-1，爆冷淘汰中國隊。其實賽前形勢，中國隊只要打和就可以出線了，偏偏國內言論就話要贏兩球才算贏，無形中為中國隊教練和球員增添壓力，影響臨場發揮。相反，香港隊判輸嚟打，專心加強防守，上半場早段終於得射入靚罰球，更加大大刺激了士氣。下半場再把握到中國隊後防一次失誤，再次取得領先，就令中國隊更加難踢了。爆冷擊敗中國隊，第二次取得世界盃外圍賽小組出線權。香港隊回到啟德機場受到英雄式歡迎，球迷帶備自制橫額，好像香港隊勁抽亞洲之冠香港隊。而入球功臣張志德更加被球迷抬上旅遊巴，真是夠曬威水。因此一役，郭家明被國內傳媒捧到上天，譽他為智多星。相反，曾雪麟就一世英名盡喪，到死之日都翻不到身。整到香港隊踌躇滿志，以為有機會進軍墨西哥啦，點知首回合作客神户頭頭碰著黑，雖然首回合落後3球，但係次回合政府大球場仍然全場爆棚。香港隊一開波就主動搶攻，上半場佔80%攻勢，可惜獨孤一味高波，進攻單調，亦錯失多次機會。反而因為失誤再失一球，已經大勢已去。加上下半場胡國雄兩次射失十二碼，最終香港隊以1-2再輸一場，完進墨西哥世界盃。呢場亦係胡國雄最後一場大賽，偏偏射失兩球十二碼告終，對於一代球星作國際賽生涯遺留一個遺憾。經過30多年，我哋幾時先再有另一場519輝煌戰役呢？最後一次世界盃外圍賽，香港隊是近年表現最好的一次，可惜最終都是出不到線。幾時我哋先可以再慶祝出線呢？好，歡迎大家嚟到最尾一節嘅時間啦。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咧就係講外流啦。咁我哋咧就邀請到一位嘉賓咧，佢係有外流經驗嘅。咁咧就係林顯廷啊 ，Bad 哥你好嘅。係啦，咁咧因為佢都係經歷過兩次外流啦。咁我哋就慢慢傾下你啊，有啲咩點滴啊，啲咩分享咁樣樣嘅。咁就嗱。我都做過功課啦，睇咗少少資料啦。咁你之前咧第一次就去咗葡萄牙嗰邊試腳嘅，咁嗰陣時係有啲咩人同你去嘅咧？嗰陣時係我同埋另一個隊友，同埋我老豆同一個英國嘅教練，係四個人。嗯，咁去到嘅時間咧，你第一個感覺係點咧？即係譬如你住嘅地方喺邊度啊？離球場遠唔遠啊？咁樣咧？住嗰陣時就住酒店嘅，咁。就嗰陣時天氣好好啊，八月歐洲嘅天氣就好好，好涼爽啊。咁酒店去球場車程都係20分鐘左右，喺歐洲嚟講都好近。嗯，好啊。咁我哋又傾下，譬如你去到球場練波啦，你去咗20日嗰邊試過啦，你覺得嗰個球場嘅首先講硬件先啦，球場環境點樣咧？嗰個球場，我哋去到咧，佢嗰個基地嗰個球場咧就整緊嘅，咁就要揸車去。遠少少嘅，我唔知係咪佢哋球場啦，都係。咁仿真草嚟嘅，都係。
咁都仿真草，佢嗰邊都係仿真草。哦，但係多唔多喺葡萄牙係仿真草，定係咁啱嗰間球會喺嗰個地方仿真草？唔係，應該係佢個訓練場整緊，個訓練場都係真草嚟嘅。哦，所以先至咁啱係。踢住嗰個先。哦，咁你去到操練嘅時間，你覺得佢哋嗰啲training program 啊，感覺如何咧？其實大致都差不多了，所有的訓練都跟香港，只不過人家的速率啊，各方面會比香港更加快，更加硬正咯。係。隊友你感覺如何呢？隊友啊，其實他哋就即係技術好好嘅，就真係技術好好，好硬正嘅，就真係好硬正。即係係咯，我覺得係咁樣。有冇試過同佢硬碰過？有試過同個黑人咯。啊。咁我係撞飛咗俾佢，成個飛開。咁你經歷咗一段短時間啦，你二十日，你覺得你經歷完呢啲咁樣之後，你有冇話個心態？即係譬如你可能見到人哋啊落到場，即係就算比賽也好，練波也好，都好積極。你覺得呢個嘢會唔會感染到你？其實都會嘅，咁即係見到外面嘅世界點啦，咁翻到嚟就自然更加努力去練啦，同埋。即係學到人哋嘅態度咯，即係對每一次練波都係100%咁去咯。嗯，係啊。嗰邊有啲乜嘢國際球員？多唔多亞洲人？亞洲人有兩個，有兩個中國人。嗯。咁咩人都有㗎啦，黃種、白種人、黑人都有。嗯。咁佢嗰兩個中國人係本身喺嗰隊定係佢試腳啊嗰啲本身喺嗰隊，係啊。嗯，試腳多唔多人嚟試？我哋嗰陣時唔多，因為開咗季就一個一兩個啦，係咯。嗯咁你喺嗰邊點解會翻嚟咧？其實就一早預咗要翻咗嚟先嘅，咁一路都 book 咗機票係預咗要翻嚟，咁翻到去到嗰度，去到最尾都冇通知咁翻咗嚟，咁就係。嗯，咁你喺嗰邊有冇啲咩唔適應啊，或者同啲隊友相處啊，或者點樣咧？冇同隊友相處嘅，係點解會咁樣？因為係啲隊友係唔理你啊，同埋佢哋又唔識講英文啦，同埋就唔係好理你啊，真係。嗯，即係佢係咩？佢哋係怕醜唔理你，定係佢哋係即係本身有啲歧視定係點樣咧？我諗係歧視嗰方面嘅唔理啦，即係我諗練波啦，咁我可能我當比失咗一球波咁樣啦，咁就即刻。一輪嘴攬埋你，我諗都夾住嗰啲粗口成分。因為啲人話，即係你去一個外國地方，你第一時間就學識啲粗口先，學識幾句咁樣話。你如果你翻到嚟，你見到啲即係識葡文嗰度，可以問下佢哋成句同你講乜嘢啦。咁啊，翻咗嚟之後啦，咁就你就有第二次機會，即係叫做外流啦，就係加盟RF力啦。咁係點解有呢個機會嘅咧？咁嗰陣時就係、是。咁啱佢有多仲有一個位置，咁啊世榮就叫我上去試下，咁啊上到去就 OK， 咁咪簽咗啦嗰陣時。係啊。嗰邊個環境點樣咧？練波啊，或者你住宿嗰啲地方？住宿就初頭就住酒店嘅啫，咁之後就搬咗去別墅啦，但係都係酒店房咁樣噶。嗯。咁練波環境就練真草咯。嗯。係咯，初頭就幾好嘅，但係練下都。冇咩修理，所以就差啲咯。冇咩修理，即係篤曬啊嗰啲咁樣。哦，咁你去到嗰邊，你同邊個同房嘅？我同林文傑同劉德仁咯。哦 ，OK。咁平時有咩搞咧？如果你冇波練嘅時間？平時就瞓覺咯，瞓覺多打機咯，打 PS4 上去打機。你係點啊？一日練三課定係有幾課？冇一日，有時兩課咯，有時一課咁樣咯，係。哦 ，OK。咁就你嗱去翻呢一次啦，咁。有不同的球員喺度啦，就譬如香港啦，又或者係一啲北方球員啦。個比例，南方同北方個比例係？南方多啲嘅，北方我諗就有六七個人咁上下啦。六七個人，佢哋點啊？自成一角咁噶咯。係啊，佢哋都係啊，都佢哋有自己玩咁。我哋南方啲講廣東話嘅，同廣東話玩。咁佢哋本身即係南方就廣州嗰啲球員啦，有唔友善啊？友善嘅，廣州嗰啲玩得好埋啊，同我哋都係啊。但係佢哋同啲北方球員又唔友善啦。都友善嘅，都傾到偈嘅。即係我有一兩個隊友都仲有聯絡嘅，同富力嘅係啊。哦，咁樣嗱你嗰陣時去到嘅時候，你開頭係有冇正選踢？開頭兩場都冇嘅，之後梁家輝傷咗啦，咁佢就擺咗上去試下，咁啊嗰場贏咗之後。接住幾場都有得踢嘅，咁就但踢得唔好啦，
嗰啲好細個啦，又冇經驗，又未到個水平，咁踢得唔好。咁你覺得啲隊友實力點樣咧？即係譬如中國嗰班球員。我諗一隊落嚟嗰幾個實力係即係明顯係高啲嘅，睇得出係啊。咁佢哋即係以前就啲人聽講啦，譬如你南拳北腿啊，即係譬如南方球員就可能技術好啲，北方可能就硬淨啲，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冇啊，而家冇啊，即係大家都好平均，北方都有。北方都有好好技術嘅球員啦，南方都有好硬仗嘅球員。咁如果你自己感覺即係佢哋一隊落嚟嗰啲當然 OK 啦，但係平均地同翻香港嘅本土球員比較嘅話，其實佢哋國內啦同香港球員個差距大唔大咧？我覺得其實唔大嘅，差唔多嘅，係啊。即係技術上定係體能？體能上我諗係咪嗰啲會好啲？體能上係佢哋係好少少嘅，咁但係。技術上啊，嗰啲我覺得就差唔多咯。因為我睇即係譬如好多球員都上過去上邊踢波啦，即係可能邵琦啊，或者虎哥嗰啲咁樣，即係佢哋去到嗰啲環境，就學你話齋，可能就打機啊、瞓覺啊，專注。你覺得專注係咪對你球員爭好遠啊？係啊，即係我嗰陣時就住三水個地方啦，咁就冇嘢玩嘅，基本上日日都係瞓覺打機冇啦，就係呢幾樣咁進步咧，會快好多咯，係啊。OK， 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嚟嘅，因為始終你香港你多嘢玩又成咁樣，你唔知點解喎，每一個上到去都有進步啊，唔知你發唔發覺個差距都幾大，特別可能係體能上啊嗰啲咁樣，任你練噶嘛，你嗰陣時都你即係中意加粗又可以加粗。嗰陣時阿世榮都有同我哋加操噶，即係朝早冇波練嗰陣時，咪去朝早叫我的我出去加操啊。咁都係好事嚟嘅。咁嗱之前就因為可能我哋有啲入籍兵，咁就可能踢完啲國際賽啦，有好多都俾內地球會招攬，有啲叫做香港頂級少少嘅球員就會係上去可能中甲啊嗰啲咁嘅比賽啦。咁就因為 RF 力呢個關係，所以你哋可能年輕少少嘅球員都會上到去大陸比賽。咁你覺得香港嘅球員一般咧，嚟講佢哋具唔具備上去加盟內地球隊嘅一個條件？我相信都有的，即係我都相信其實中甲的水平和我們港超不會差得太遠，因為我們港超可以用的外援還多過中甲，我相信我們港超的聯賽實力和中甲差不多了。你覺得如果香港球員什麼位置上，龍門就沒得搞啦，一定是中國球員，有些什麼位置上是比較適合內地球隊的？適合我想沒什麼話邊個位置適合喎？即係你有嗰個能力，咁佢就會要你咯。即係有好多球探，我相信係。明白。咁嗱，你都即係叫經歷過兩次外流咁樣嘅情況啦。咁一個球員外流啦，咁離開佢嘅家鄉啦，有啲乜嘢要具備先做得好？首先要有心理質素咯，即係你要好有堅定啊！即係聽過你幾好喎。我都唔係咁好。即係首先你一個人去到一個陌生嘅城市啦，再我當你去可能北京咁樣，去到一個去到唔識嘅城市，咁一定好多嘢要重新適應啊。咁你嗰段時間你會好想放棄咯。咁我諗一個要好堅強嘅心理質素係。你例如有啲咩問題咧？譬如嗱，分開兩次講啦，你葡萄牙食嘢嗰啲有冇問題啊？食嘢就冇問題嘅，最主要就係個。隊友的問題，比較拖，同埋能力的問題咯。嗰陣時去到上邊啦，去到國內啦，咁嗰啲嘢食嗰啲都即係南方就應該不是太大問題啦，呢方面。不是太大問題嘅。即係食得落。食得落嘅。有營養，但係就唔係話咁好食咁樣。食得落嘅。哦，咁都不過都係嘅，我覺得你如果你適應嚟講，就歐洲應該難。你始終你去上邊，你都即係你頭先講嘅例子啱唔啱？你去北京就可能爭好遠啦，即係可能天氣啊、乾燥或者食辣嘢啊嗰啲味道唔啱。咁南方都好，不過都係要有啲心理準備嘅。即係你始終你去廣州嗰邊可能廣東話得啫，你去到北邊嗰啲咁樣國語嗰啲就難啲啦。咁係有咩係咧？咁呢樣有冇啲咩即係雖然你後生啦，但係你都有經驗喎。有啲咩勸下啲球員，即係有啲咩寄語？你上去之前。做啲咩準備啊？上去之前，心理準備啊，都係學下學語言啦，即係溝通好緊要咯。即係去到葡萄牙，人哋
真係一句粗口答埋你，你都唔知噶嘛。咁、我諗語言呢樣都好重要啊。咁啊係，即係去之前都要。啲人鬧你，你都唔知啊。誒，多唔多香港球員有外流呢個心咧？你認識嘅球員？我認識嘅多都多㗎，係啊。但係佢哋會係點啊？佢哋係諗住係提高個水平啊，還是係即係見到嗰、那個薪金啊，或者點樣？即係佢哋個目標係點樣？目標係係兩樣都有嘅，我相信。咁我即係最想咁就中超啦，咁我覺得所有外流都想咁中甲、中超啦，都係係啊。你自己咧？你自己又想唔想再去多次？我自己我如果有機會，我一定會去啦。即係最好其實即係香港球，我覺得最好去日本咯嗰啲。如果最好係去到日本、韓國嗰啲。日本啊，如果日本嘅話 ，J2 得唔得？近月得唔得？我諗勉強已經唔得啦，真係都幾勁喎！喺個日元呢度都唔錯。咁嗱，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話啦，我哋即係本地嘅聯賽搞得唔係咁好啦，可能外流嗰、那個會唔會有個生機咧？因為頭先講過啲球員去咗外面之後，真的而且確係脱手換骨翻嚟嘅。你認為呢個會唔會令到我哋球員嘅實力可以改善咧？我相信會嘅，因為你去我哋外流嘅球員而家大部分都係中國啦，咁。佢哋一定有自己嘅訓練場地啦，自己嘅健身啦。咁你即唔似喺香港，你即 book 場咁，你阿 Jo 都會講你啦。有時咁人哋係即係你想練幾耐就練幾耐。咁同埋專心好多咯，喺中國，即係唔會香港好多嘢玩咁樣唔同啊。係啊，好唔同咁專心同埋有自己嘅訓練時間好緊要咯。係啊，明白明白，係啦，咁就都咁多啦，都分享咗好多。咁就我哋呢一 part 咧就去到咁啦，咁就聽多首歌，咁結束今個月嘅節目，多謝曬各位，拜拜。多少次迎着冷眼與嘲笑，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一剎那彷彿若有所失的感覺，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Oh no， 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